中方愿同日方一道，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，继续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日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。我们希望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。